路亚，哈利路亚，各位美和堂还有网络上面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好不好从座位上一同起立，然后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充满敬拜赞美在我们神的面前，好不好？转向你左右至少三位弟兄姐妹，跟他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耶！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我救恩的宝藏，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付出的感谢给你无比的大爱，永远不会离开。让我们一起来拍手，跟着乐团敬拜我们的神。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山寨，wait
的神是我们的力量的泉源，神是他恩典的源头。今天他的灵要充满每一个敬拜赞美他的儿子身上。让我们一起来高唱，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更深的呼求，我们呼求更深。
心跳，我内心被你吸引，像跳动一颗深水晶，我们跳舞在森林里自由的运行，眺望内心被你吸引，像跳动一颗深水晶，我们跳跃在森林里神的灵大大的充满，阿们。再次转向身旁的人，跟他讲说，今天神的灵要大大的充满你，神的灵要大大的充满你，神的灵要大大的充满你，阿们。何等喜乐，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可以被经历的神，阿们。我相信他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敬拜，而今天你要相信，是神的灵要在我们当中运行，神迹奇事就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我们唱首新歌来敬拜他。我怎能离了你同在？我未来交托你手中。我怎能失去你的爱？你是我永远的依赖，心中恳切期待，多渴望你来，将天门打开。There is a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仍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你恩典伏庇我
稣你掌权。一起来唱，我怎能，我怎能离了你同在，我未来交托你手中，我怎能失去你的爱，你是我，你是我永远的依赖，心中更切期待，多渴望你来将天门，举起手来唱。And there is a miracle， 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人坚定，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生机就要降临，从头再唱一次。我怎能离了你同在？我未来，我未来交托你手中。我怎能，我怎能失去你的爱？你是我永。伤痛。
就是在今天早晨，暴风中看见你，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你恩典伏庇我，会有生机。There is a miracle， 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坚定的来说，暴风中，暴风中人见你，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你恩典伏庇我。 There is a miracle， 高举双手，全心相信。我能真实遇见你，暴风中人见你，我心中喜乐无人能夺去，你恩典伏庇我，主耶稣你掌权。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暴风当中，我们仍可以坚定有喜乐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所带领我们的必定是充满恩典、充满祝福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主啊，今天早晨，求你再一次悦纳我们的敬拜。耶稣，让我们不是定睛在那些困难，定睛在那些的环境上，而是要单单定睛在那位爱我们的主身上。主，让我们今天也献上我们完全的爱，单单的爱，炽热的爱。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引导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
唱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可。这就是我们早晨对神的敬拜，因为他的爱的宝座在这里，让神把我们的心中的爱再一次的浇奠在神的面前。神毫无条件的
把他独生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们。阿们。我们还有什么保留不给主的呢？阿们。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的恩典。阿们。今天我们可以呼吸是神的恩典，早晨我们可以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是神的恩典。阿们。好多好多神毫无保留的恩典，不是理所当然，乃是他的慈爱，乃是他的怜悯，乃是他眷顾我们的凭据。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赞美神，数到三，我们同声的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一二三，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早晨，是你荣耀宝座与我们同在的早晨。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因为主你配得，你配得一切。谢谢耶稣，你充满你荣耀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愿神你喜悦你百姓，更多的爱，更多的爱浇奠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爱不够，我们对你会有很多的保留，但是今天，今天我们就毫无保留的把我们来放在你的脚前。主啊，像玛利亚一样毫无保留，毫无保留，我们就求你，愿神。早晨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祷告，因为在刚刚敬拜的当中有许多人你真实的被神所触摸到，许多人在敬拜当中你的那个重担已经得着释放了，很多人已经在神的爱中，你自己的那眼泪已经 不自主的流下来了。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我们是最认真的敬拜，每一次来敬拜我们就更深的渴慕说，主我要遇见你，我不是只有来唱唱歌等候要做什么事，我就是立定心志，我来这里就是要来爱你，让你的爱满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脾气没办法改，但是主你的爱可以改变我，主啊你的爱可以改变我，让我成为更卓越的人。主你的爱可以改变我，让我从没有喜乐的变为喜乐的人。主，今天，今天就得着我，触摸我，让我的生命被翻转，让我成为一个口甜、脸甜、心甜的人。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再次的向你来呼求，愿神你的荣耀再次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向你呼求，求主你自己神赐福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愿神你伸的手在我们的面前，愿主你更深的看顾保守我们。主，我们向你仰望，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求你施恩，求你看顾保守。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要再次的为着待会的光伟牧师的信息来祷告，求神高抹他的仆人，借着他仆人的话向我们吹气。今天我们不单要遇见神，我们要因着有神的话，我们可以遵行，我们被称为是蒙福的人。因为神的话语解开就有亮光，神的话语带有能力。靠我，我无法改变，但是神的灵跟神的话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得着翻转的。我们走出去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都要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使徒。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求神祝福他的仆人，让他向我们说话，高抹他的仆人，大大的祝福他的仆人。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愿神你高手你的仆人，祝福使用他。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求你向我们吹气，向我们吹气。主啊，我们今天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愿神借着你仆人喂养你每一个儿女，用你的话语来祝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是在真理跟至圣的正道上造就我们自己。耶稣，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这爱的一个大家庭的当中，你的众儿女，蒙恩的众儿女，回到父亲的怀抱的当中，我们要再次把对父亲的爱与尊荣单单的归给你。因为这世界没有别的所爱的，只有你是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不单今天用口里的歌颂祷告来赞美你，
主也求你悦纳我们用心灵诚实所摆上的金钱的奉献。主啊，这些钱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你给我们的祝福，是毫无保留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有工作有收入，是你的恩典。我们有健康可以工作，这是你的恩典。主帮助我们不窃取你的荣耀，把当纳的、认真的、大方的、慷慨的放在你的面前。求主祝福使用，让我们真的是全人的摆上，全心的摆上。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吧，我们再次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毫无保留的祝福我们，毫无保留的愿意施恩给我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好不好？告诉旁边的说，你是神所爱，蒙神祝福的。你是神所爱，蒙神祝福的。弟兄姐妹，请坐。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回到主的大家庭。今天有一些人可能你是第一次来到新店行道会卓越美和堂跟我们一起参加主日敬拜的，如果您是这样的朋友，待会我们数到三的时候，非常诚挚的欢迎您从位置上起立，让我们有点机会可以认识你，欢迎你。如果您是这样的朋友，待会数到三，请您从位置上请起立，一二三。哇，这边有一位，欢迎你。有两位，哇，后面看台也有，谢谢，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最充满爱的大家庭。接下来我们有60秒的时间，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跟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彼此互换问安，祝福他们，让我们今天在敬拜的当中更多被神得着。我们有60秒的时间，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开始有互动的时间，谢谢。哈利路亚！我们的教会是健康行善宣教的教会，阿们。感谢主，在前几周牧师提到，非常期盼我们的教会可以在一些行善的事工上，要帮助叙利亚难民的孩子。上帝就赐福我们，在昨天有一些人就捐了一些的文旦来到我们的当中。今天我们在5楼有文旦的义卖。6楼有文旦的义卖，5个100块钱，所有的所得是为了回应牧师的呼召，全部捐给叙利亚难民的孩子们所需用的。哈利路亚！所以待会我欢迎我们可以在善会的当中一起的参与这件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我们在教会非常看重青年人的一个培育，不单成年人要成为一个卓越的领袖，我们更期盼我们的孩子也要成为未来世代卓越的领袖，阿们。所以我们接下来教会有一个 Top Coding 的一个课程，欢迎家长们带着您的孩子有机会可以认识写一些语言的程式，帮助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当中有更不一样的一些的学习提升，让他们在未来的职场、未来的学习的当中，跟别人更有竞争力。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飞鹰新闻，来关心家中的大小事务。